购入这个奥迪 e-tron 这个新的电动车的系统。奥迪百年的这个制车工艺来讲，它在不管在细节上，还有它的工艺的水准跟工差，都是相当完美的。奥迪的这个回冲技术，它可以做到让车上人完全没有察觉，跟我之前开过的 Q7 或者是 S8 其实是完全都是一致的。组装的品质还有这个舒适性是奥迪很坚持的品质。我们刚才有试一下 Offroad 这个路线，你看现在有看到这台车它拥有气压悬吊系统，它把一样可以把车子升到相当高的一个高度，做一些轻度的越野或是轻度的脱困的时候，其实它都有相当的越野能力，然后也拥有它的加速动力，然后也拥有的 S8 的安静的舒适 的这些所有种种的条件，就像坐在一条魔毯上面，集合它所有的工艺的结晶里面所造出来的最完美的一台车子，也是我目前开过奥迪这么多车 的系统以来我觉得最好开的一部车。当然了，会有一个叫做里程焦虑的这个问题，因为在台湾充满了加油站，可是充电站还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之下，会比较有里程的焦虑。但是感谢我们这个台中市的政府相当好，就是让我们路边停车免费啊，然后充电桩也免费。未来政府在不管在国道高速公路的一些休息站，都会设一些这种超级充电站，还有我们奥迪自己本身的这些经销点，或者是跟其他共用插头的这些充电的桩的系统，我们通通可以用。买电动车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先体验一下未来科技的感觉。买了这个奥迪的电动车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